我今天要吃螺丝。然后看一下你的螺丝，来拿出来给爸爸看，拿一个地方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螺丝啊？来，还有一种哦，就是这一种可以吃的。对，这个是那个你那个是把手。好，来，弟弟爱吃螺丝了，我们来看弟弟吃螺丝。是什么口味？好吃。是什么口味的螺丝？来，我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真的好，哎，做的好像啊，这个螺丝真的做的好像啊。嗯。吃螺丝。来，姐姐，你要不要吃那个？吃那个，爸爸帮你拍。不要。你不拍，你吃活动把手。你那个。你不想吃活动把手哦？那个，我们下次再吃好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厉害了，这个做的好像真的一样。这个是什么口味？是巧克力口味吗？嗯。哦。巧克力口味哦。哇，弟弟，你把螺丝吃完了，很棒哦。OK。嗯。好，我看到了。你这样会不会塞住喉咙？小口吃，好不好？